去阿爸，讲看我怎样话。我做啥店吧，你做着红，蛮那店，以前那十间那边。十干杯好，一碗点了，你要点多少？这边最强的。我说这个也很重要，代表我免疫能力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点。那个，这帮阿点的哈，我真的每个状态啊，他连最泡泡，你看都一直点的啊，他那个就还一直还在，十几天都还在。他有时候还有，你知道吗？洗掉吧。你挂这五只点都变好，还蛮多的。有啦，那个是很明显免疫力增强很多了，那个免疫力就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强。以前只要感冒我都中了，现在几乎不太会感冒，对不对？论体温精算啦，大家他有小可感冒的就温潮啦，他我们已经很少诊所做过了。只有感冒我都中了，他说流感没来，我就病了。所以你是第一打的，他这样就顾我。我那时候真的很弱，因为那个猫又抓我，都得到那个猫抓病。哦，差点死掉了。猫身上都有啊，你们。猫不是要上来啊？行，这样总是得到猫抓病，还要通报。所以你看那时候免疫能力多弱，哎，他可以起码弄我三种，加弄我。好了，来给你看。那个猫抓病的时候都长那些奇奇怪怪的，就反正那时候还有很多那跟免疫力有关的，就我都有问题。九十天。我还查出真的，啊！你看我做减肥，工作嘛，一个月，就自己，当然工作也有关系的。对，因为这边也大量出来的关系。不过至少就是很容易就把身体。最早戴牙套的时候就掉了，后来又上来，后来又上来到96.5，然后96.5没有了，跑到那边上班之后又掉下去，一下我都没有注意，那一放，因为我92是一个关卡。破不了，一到他就上上面，一到就上面。那天一量90.5，哇，那天啊，所以完全不一样哦。身体不需要的，他就会排出去。90.5再破就在80几啊，从不管都笑脸啊，身体可以。还陶文跟蜜姐的笑脸啊。我老板就说，哎，我肚子不见了。我马西亚，我都买一定要去，而且食量有变小。我的食量是以前给我一些 S L 衣服都不能穿，这把东西也钱的呀。我今天我穿没穿，那每次拿衣服来都 S L 吧，要买2L 的很难拿，都太小了。我这个哎穿，刚刚对，200万，今天200万，还会再降？我觉得会啦。